王杰情歌经典流传。为什么别离，你说不想在一起，就怪我出来没有我，还是忘了你。天哪，真卡了！梦一生，哇，这是风光还是缘分？王杰爆料，刘德华谎报年。哦，我比娃仔小一岁。没有，他比我们大两岁多，大一岁啊。他瞎掰的了，他喜欢把年纪说小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瞎掰的。真的假的？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侯佩岑。哎呀，厉害了！今天来的一位朋友啊，尤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哎呦，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啊！真的、哎，他的一位偶像级，他是英雄，而且从节目开播以来，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收到好多来信说，说要他来，要他来，要他来。哎呦，厉害啊！他以前来讲啊，算是一位特技演员。他是这个做事情的时候非常卖力，很神秘的人。我的曾经以前访问过他，他曾经啊，为了要冲破加油站七匹狼那部电影，整个人导演你们叫他跳火圈吗、他没有，他前面一堆火，为了求画面好看、啪直接过去了，结果就扑街了。英雄就叠了个狗吃屎，结果手当场就折断了。问题整个戏还没拍完嘛，怎么办呢？他手上上个石头，不会吧？所以从头到尾拍戏就不拍到他的左手，继续拍，继续把它拍完。所以你看他的人生啊，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大家已经知道是谁来到我们现场了，真的，一起来欢迎曾志伟先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干什么？不要乱讲啊，我是曾志伟啊，曾志伟，胡说八道啊，这曾志伟，曾志伟不是这一集来啊，不是另外一个。林彪哥上，英雄，这位真的是英雄了，而且他这个是一位永远的帅哥，好吧？名字就有个杰了，一起来欢迎王杰来喽！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哇！哎，这首我也会唱，应该我来啊，这个啊，一起唱，一起来哦！不要谈什么分离。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思念的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为什么别一说不上在一起，可见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自己的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王杰，为什么告别你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不见好久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没有关系。哎呦，这真是太感动了，哪里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！听你唱这个歌，你看那个当当当，那个音乐一出来啊，对，我们眼眶里面是含着眼珠子，含着眼珠子，含着眼珠子。
这个形容好感人，先跟观众朋友暌违已久、啊、哎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杰啊，真的很高兴、哎、对、啊、因为我每天在香港就看他的节目，哎呦，我一个人住你知道，单身一个人住就靠你的节目解那个，但是你可以开一点 A 片你看我的节目解一点，哪一个解闷那个思乡之情，对对 对, 对，看我的节目，这个很多在欧美的地区啊、嗯、加拿大还有美洲，对对，他们几乎啊只要是华人同胞看见我、啊、就好像有归家的感觉、啊、谢谢，我们继续那个节目，对对对他讲的是事实，那倒是真的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不过这一趟看到你，你整个人变活泼起来。对，我们其实我们两个都属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对, 对。后来刚对了一下年纪，我还大你几个月啊？你大我一个多月。大一个多月。哦，我以为都属虎，你大他一轮。我大他一轮，强化嘛，我年上。哎，对，这搞不好你大我一轮。你看我们这个，我们这行有好几个属虎的都蛮出色的，出色。你看周星驰，他比我大四个多，四个多月。好，属虎的歌。Tom Cruise 也是属虎。Tom Cruise 同年，同年跟我们同年。对，奥巴马也是属虎。奥巴马要讲大咖了，是奥巴马当总统了，马英九他也属虎。马总统是大我们一轮的。那还用说吗？我跟你说，见鬼了，吓坏我！所以以后人家问我们说我们是几岁或干嘛，我跟你讲，我都会讲一个，哪一个？这个叫抓交替，啊、找一个人来顶住，你就感觉没那么老了。啊、比如说马总统，没有，人家会问我什么？人家问我几岁嘛？我说哦，我比瓦仔小一岁。没有，他比我们大两岁多，大一岁啊，他瞎掰的了，他喜欢把年纪说小，真的，他瞎掰的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不比你清楚？我跟刘德华我们还常一起过生日、啊。你放心的，他上个月在北京访问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哎呀，你现在这个年纪了，是，你为什么你还敢被那个雷电那个电你们脸上？他说对对哦，我现在四十岁了，我今年四十岁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。他就隐瞒了后段那一个。张学友就比我们大一岁多啊 ，Jacky 他也是属牛的，他属牛的。哇，你好敢讲啊！不，为什么不敢讲？香港的艺人都是，香港都是这样，喜欢把抱小一点。我们来看看他以前刚出道是什么样子，怎么超级偶像，怎么突然间哎感觉要往这个我们的路线来走了？看一下。哎呦，哇，好丑啊！哦、你这西装是不是大了一点？也是这么觉得，这西装不是我的，我西装，这西装听说还是格杰借你的。啊，哎，好像是哎。对，这件你啊，上次好像是，难怪我上次格杰到我家，他就穿这件。这是格杰的风衣嘛？对。没有，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不愿意穿这种衣服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以为我是抬干冰的。我真的都骗你了，第一次上小燕姐的节目，是小燕姐那时候很大牌，哇、哎，我们每个人看到她都会怕，很害怕，对 对啊，就我第一次上节目，唱一场戏一场梦，哎呀，第一个节目，你那个时候歌已经在大街小，他是歌先红起来之后、再上节目了，就是因为歌还好，歌先红，他们才给我上，哦，结果我一去了，人家说。王姐呢？在哪里啊？那个导播以前很凶的，上面。我说哟，导播，我在这里，我还要摆一个 pose 那种。哟，好。那个导播说，你抬干冰的，抬干冰的，走开。哇哦，宪哥想要撮合王姐与侯佩岑交往。最漂亮的一个女生竟然没有男朋友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我怀着相当沉痛的心情介绍给我们。第一把昂莱兔，我爸公仔，快来！你抬干冰的、啊，抬干冰的，走开！把你当一个明星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穿烂牛仔裤，随性是不是，球鞋还很脏，然后里面还穿一个背心，就他们才去找那个叫那个随便的一个工作人，就你啦，把牛仔裤拔下来给他穿。人要红啊，不一定穿什么能红。对啊，你看周杰伦第一张唱片一件 VIVVD 啊，对，然后他就走红了。但是我们是始祖啊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是开创这种。这种 casual 的那种服装，第一张唱片，各位不吹牛的，销售狂达500万张，那是全世界的价钱。我这一生唱片加起来也没有500万张，不要谦虚了啊！你不要谦虚了，你不止了，真的。
你放心，不要安慰他，没有关系。可以啊。哎，可是那时候是怎么出道的呢？我是给送歌给人家，就是人家要歌，那我就用这样方法给他们。啊，所以也是那时候从创作出身的耶，对，最后变成自己唱。我跟你讲啊，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啊，他是没有经过辛苦的地方的。嗯，先带来一首歌，让我们感受一下。好，当时的心情啊，真的像雅西亚的鼓。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，一起唱，一起唱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雅西亚的鼓。雅西亚的鼓儿在风。中哭泣，黄色的脸庞，有红色的污泥，黑色的眼珠，有白色的恐惧。西风在东方，唱着悲伤的歌曲。你心爱的玩具，亲爱的孩子，你未必。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。最后一句让他 solo， 侯佩岑 solo， 在风中哭泣五个字而已，里面五个字就领钱了。在风中哭泣，哎呦，你们这在偶像面前唱歌怎么好？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歌唱的我们心里面是感动的，嗯，而且陪我们度过好多好多时光的，那英雄不怕出身低，嗯，对对对不对？万丈高楼是平地起，对对不对？积沙它能成塔，嗯，滴水人是一定要累积的。闽南你跟我们秀后都在讲这个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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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看啊，几乎什么事都做过哦，差不多。他最跟生命啊擦肩而过的那个行业，特技演员啊，对对，你有发生过巨大的这个？有啊，台湾那个时候，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家不干的就是我来干。哎呦，那我很笨，我每次人家导演说可不可以，我说可以，可以啊，就去了现场都不一样。哎呦，那就那天要飞那个要摩托车在半空中要转圈。这个转不过去，飞到半空中再转圈，那摩托车要这种斜的这种过去。哦，这种蛮难的，一斜结果太斜了，太斜。因为它旁边刚好飞到它旁边那个铁板旁边有个那个工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是在盖房子，有个柱子盖起来，前面还有上面还有那种钢筋，那种整个从那个不会吧？听说你扎一个四平大马，我来示范，举例就是对，那个钢筋就从这里最危险的地方穿过大腿。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形成一个捏面人的状态。对对对，我一昏过去了，那我那个手就断掉，整个翻到后面去，卷起来，就
是那个鸡上供桌的那个样子，等于骨头都推出来了吗？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是那个烧腊那个店那个油鸡，好不好？那老师这么难看，我没想到导演来也是同样的动作。王杰，你在干啥？真的是这样，真的真的。后来就是、嗯、我给你们大家看到这个岁月的痕迹。哦，我看了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好不好？就看的都是心疼，你看。啊，怎么？对对对，那这边就是要把那个肉割，因为里面还有钢片不能拔了，哎呦，因为年纪太大了。里面还有钢片。有时候我每次一过海关就一定叫，真的、啊。对对，一定叫。然后大腿那个重要部位的那边，哔哔哔哔，那边有400多只，因为那个钢筋插过来，那个从那个屁股的后段，400多针啊。对，是的，那里面也是包夹钢片了。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他的生死一瞬间啊。不，哎、欸，你其实我们两个是我们当年呢、啊、都带着小孩充当演艺圈的。对，你那个时候是有隐瞒吗？我是有，我没有隐瞒呢、欸。哦，对不起，让我收回刚刚。我也没有，我是第一个公开的，好不好？你第一个公开。对对对，我比你早一点，虽然我年纪比你小。我踢的你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时候我是有公开，但是不红人家不鸟你啊。我出道15年之后才尝到红的滋味。可是你现在很有钱呢、啊。我知道啊。我本来想说我的下一辈子有钱什么还跑3:30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是空有一个很好的外壳嘛。那对对，多惨！我现在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对，后半辈子要看你了。你今天是这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人的、啊嗯，你会介意？怎么可能？人家也有个结啊！你会介意有他一个？他有一个中国结是吧？哎呦，不要以为千千结。我虽然人在香港，但是台湾的这些娱乐圈，我还是有点注意的。最漂亮的一个女生竟然没有男朋友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我怀着相当沉痛的心情介绍给你。你们要自己发展。我就跟你讲啊，他有一天感冒，自己一个人下来压热开水，想要喝一点水。下次打给我。好，那画面真的是我都快哭了，一压那个热水瓶里面没水了啊，然后又要感冒生重病了。那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他踢我起来倒水，我不敢。对不起，您曾经交往过的，我一定不会压。什么话？我跟他，他想象很可能。我们是医院睡同一左右同一个房间左右，是病友啊，我们是病友。不要解释了，没关系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你会介意有一个孩子吗？他，你自己啦。他这身材像身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说他怎么可能有孩子？我还没，都忘了自己。我不介意啊。啊，你不介意？当时压力很大吗？压力是有点大，因为那时候还好，那个制作单位很多那种制片对我都是、嗯、是。可是一摩托车要去拍特技的时候，我就把我女儿放在路边。你还带去拍啊？对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要跟着我、啊。那你女儿就在那个拍片的现场，如果看着爸爸这样飞车，刚好出现事故的时候。那不都哭死了？对啊，是常常的，他常常看到我摔。但是我女儿很聪明，因为我觉得你很惊哎。没有，还好。OK。因为我很喜欢她，为什么？人生跟我学习一下嘛。为什么？这一点我屌啊！你怎样？你怎样？我遭遇到的事情比你遇到的事情真的。哎，你说来听听看。我吃过的桥比你走过的盐巴多。真的？吃过的桥？我吃过的盐巴比你走过的桥多。真的吗？来说说看。吹牛的。真的。听看，学习一下，很多啦，我在林林总总。那你说一个吧，举个例子吧。举一个例子，有多苦？我被砍过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看过有这个新闻。西瓜刀砍过，你有砍过？真的吗？我没有。你那个是几针？我那个480几针。480几算什么？我那个是9字头的。9针。9针。所以你看他这一生啊，点点滴滴啊，写成10部琼瑶的小说，
都写不完。没有还好了，不会了。但他这个也算后来香港发展呢，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。对啊，连那个 MV 啊都有那个瓦宅还有张曼玉，哇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时之选帮他拍 MV 啊。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红，那个时候他们也没红啊，没有人认识刘德华谁，没有人认识张曼玉是谁。哎呀，他赶快来看他们草包的时候的样子。对对 对, 对，好吧，我也是很草包，是吗？是，我们都很就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们啊。对，那个是张曼玉，不可能吧？哎呦，真的就是张曼玉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专门 MV 还是？那只是一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。好像哎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为什么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哎呦，这个也是。后面呢就是刘德华跟那个，哎呦，女的是那个，不记得那个名字。哎呦。哎呦，好听呢！好像是吕秀莲，吕秀莲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真的是吕秀莲。哎，刚看完之后，我一个感触，你知道吗？心里面的感触非常浓烈。对，这些歌要我来唱，我也红。我觉得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有可能，真的有可能，真的吗？这个歌都是好歌，好歌好歌。七匹狼，后来你演的那个电影嘛。就刚我说加油站那个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真的吗？真的真的摔断手，那个才好笑啊！自己鸡婆要跳，真的吗？人家没有说你王杰，你已经是个巨星。其实那个是副导演叫我跳的，我说我很怕火，他说点大一点。那其实跟他们讲的是不一样。结果我一跳过去，这个都还不是好笑的。我一跳过去，镜头还在拍啊，那怎么办？也不能讲啊，就啪摔断手，我这个手啊。凹到后面去了，又这种了。对，可是他是往，对对，可是这只手是往上面凹。哎，你扮给我看。哦，就往上面断。一面发浪。对，那就导那个喊塌了之后，我就跑去那个导演那边，那个副导演那边。我导演不行不行，我手断掉了。你看，他说干什么什么什么，自己喊塌。他就跑过来看，我就把手给他看。我说我手断掉，他就他就昏倒。他就昏倒了。他没有看过那个手是这种样子。你怎么是铁打的身体、啊？习惯了。现在谈笑风生，但是那种旧伤是不是其实现在还是会不舒服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天气报告，我比那个天气报告还要准，气象局。明天天气会不好，你的手马上。像昨天晚上会下雨，有一点雨的话，我都会知道。还是要爱护自己的身体。有，我很爱护，学你嘛。不过后来啊，他也算是在生命当中啊急流勇退。大家有听到说我6月30号要退休的事吗？对不对？你还打算来站这个位置？对，今天示范一下给制作人看一下。我已经感受到，你今天在这里这一小时，比你这一生中讲的话还要多。真的真的，所以侯佩岑是我的了。他讲的什么像话吗？你该不会今天晚上就来睡在我们中间？不会不会，你放心，我要让你一段时间思考一下。让我飞傲是吧？慢慢飞，你可以接受这种在人生高峰里面呢、啊，吸引离开的那种感受。可以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最红的时候、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一年要出4张唱片，然后根本没有办法，而且每天要做通告。我后来那个得了很严重的那个厌食症，是厌食症。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上过几个节目，那时候我穿牛仔裤要穿2条的，外面穿会冷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那时候常常都要穿大衣，夏天也要穿大衣，有，因为太瘦了。我说那不太像，我那时候大概只有，不到90几磅。等于45公斤。对对，然后每次做完节目，这头出去，那头就昏过去，就送医院了。然后就算拍台湾的电视剧也试过。艺人啊，承受的压力啊，比一般人来的大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我的医生就
他叫我一定要回加拿大去，他说你不能再干下去了。所以后来就想说嘛，就娶个老婆，就再回去照顾我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这老婆是功能性的，是吧？就说哎也好，找个人照顾。对对对。后来我想一想，我只要找菲佣或者找那个看护护士，我一个月十几万，这个照顾的很短啊，不如花一点钱，我找一个老婆来照顾。他是 70 的，他也不领薪水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还有点嫁妆，我靠我一点男人的魅力，我还可以。你怎么变一个话题，对对对对，自己想象那么久啊？后来他就陪你到加拿大去休息。很短了，我们在一起真的很短，就是很早就后来就很快就离婚，因为个性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？原因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本身。就像宪哥讲，其实我真的很少讲话，我平常在家里几乎不太讲话。我们家人在一起都会顶多就是吃饭了，有仇嘛，这样根本就不是，个性就是这样，家人呢吃饭对不太对话，很少，因为我们讲什么都是讲逻辑，他们就不是。他当时是不是因为不能接受你的小孩，是不是有这个情况？可是结婚之前都知道啊，都有啊。那你跟他没有小孩吗？没有过这个？有啊，有一个儿子吗？就是啊，就那啊，对啊，就后来都因为现在已经很久没见过了，就是一直、啊、我照顾小孩子到三岁嘛左右。我这个心很痛哎。那还好啦，其实还好啦、啊、因为我想他们长大了就会明白很多东西。对，现在但现在我虽然不能够去见你，真的是一个生命当中的浪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帮你维系，你要讲那么多这些，他会反感。不会，我就是故意讲多一点。他如果不反感的话，我就有机会。我觉得很感动哎，就是那种好男人，什么苦他都不讲出来。他喜欢这种男人吗？坏女人不爱。什么？有机会了，现在生命进入坦途了，对不对？一切都 OK 了。对，小孩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嘛。都有，大小的是还小孩子了，对对，大的已经独立了，忘了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。不会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真的啊、哦，对，从来没有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越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要用微笑来面对它。对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没错，一起来合唱，忘了你，忘了。好，还是我唱就好。我宪哥麦克不要呀，我们要听王杰唱。铁汉柔情、多才多艺的王杰，竟然可以边炒菜边唱歌。一起来听听这个王室的这种哭腔。对对对，忘了我。好，来。哇，好好听哦。当你说要走，我不想回首的时候，爱情。终究是一场空，谁说我俩的过去精彩不言走，别忘了我曾拥有你，你也曾爱过我，当你留给我不想接受的伤痛，爱情到头来还是梦，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，只说你已经忘了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笑声在出来，没有我还是忘了你，有没有看到整个摄影棚啊？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所有人是没有一个人嘴巴停下来。对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然后吃东西啊，这可爱的妞啊，唱超大声的。真的，他刚就讲了，哇，这王杰真的是经典。对、啊，还是有点紧张，好久没有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，哇，好经典的人物。哪里？人的一生当中能跟他在一起，纵使只是一会儿，都是快乐。真的吗？后面那
请不要露馅。谢谢，我喜欢这样子。我喜欢这样，没有看到。不用夜长梦多。他这个王室的唱腔，对，开创了一种不一样的内容，哭腔。你以前唱就这样吗？还其实我那个不是哭腔，很多人搞错了，那个是因为我常常发现很多歌手唱歌都会。比方说为了爱梦一生，为了爱，因为如果这样开演唱会的话，那个嗓子两首歌三首歌就没掉了。哦，对，以前张学友他也不这个我要学，这个我要学。以前像张学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问题。为了爱梦一生，张不行。那其实他是因为你这样一直吸那个空气会进去声带里面，呛到。所以我们都是，其实我那是为了爱，我是那种。这，但是你要吞的时候，对，你要吞的时候，你其实下一个音已经出来了，欸、就比方直接找一个歌稍微示范两句。你说、啊，比方说，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一个。为什么都变得这样了？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其实我已经吸了，所以你不知道。哎呦，我严重，我又不是周华健。他如果没有吸到的话，不就？对，其实习惯性的问题，其实在肚子吸啊。爱香水纷飞，哪怕用一次不久，也不用那么夸张了。人家是那种这样吸下去，哦，对对对，小口的吸，小口吸了，对，小口吸。哎呀，很有技巧的换，变成一种特色。试一次看看，来你试一次。我连唱都唱不好了，我还是吸一小口的呢。哎，然后唱。哎，这个声音很暧昧，晚上不能听。但你说在加拿大，你因为自己会一个人嘛，总是要自己弄东西吃。哦、对对对，君子愿庖厨。因为我那个前妻是完全不会煮菜的，而且他一煮菜啊，全世界小朋友就要哭的跑。来煮个饭，我们看看他。哎，看一下你厨艺怎么样、哦？哎呦，哇，厉害了！这个是算是一个考验哦。怎么说你知道吗？我们出了一道菜，它有标的物，它可以炒。对。今天偏偏来了，问题就来了，食材摆在这里。好。我们直接出题目，来，你来出好了。先煮一道豆干牛肉丝，好不好？豆干在这边。我豆干它就是一个小问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肉没有腌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待会只有用另外一个办法去炒它。哎呦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这个客家小炒，哎，好吃啊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好吃的王家小炒，王家小炒，酱油是吗？小油，我们的酱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麻油。哦，麻油，麻油，哎呦。好，那我们有概念了。这是糖，好糖，糖。这个是盐。Sugar。好，哎，哎哎，我会的哦，不是不会哦，哎。这个要腌一腌嘛，意思意思弄一弄，腌一下，该不会要两天吧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猪肉之前先腌了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办法，就是要先炒。你不是说炒一点而已吗？怎么整坨肉都下去了？那怕浪费嘛。哦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因为猪肉比较会有细菌嘛，所以我们要炒熟一点点。哦。对对，牛肉就还好，牛肉就还好哦。对，因为呢，我们那个肉没有腌过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丢旁边，就让它自己先入味一下。对，豆干我没有。它一个锅子两个功能呢，一边炒肉，一边豆干、干丝跟这个辣椒什么都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厉害。好，这个厉害，这一看就知道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这眼尖的人呐、一看就知道在加拿大住过。哎呦，对嘛，这一看就知道行家一出手，对对对对有没有？对对，其实如果真的在家炒就不是这样的。最后的时候要起锅之前呢，大家记得要把那个酒再倒一点点，再加一点酒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好 man 哦！哎，我以前做过厨师的，但是不是大厨哦，就是大厨旁边洗菜的、那个、助理。对对助理。哇，如果你能一边炒一边唱，就更嗨了。是，来唱两句，来，那个一场副歌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来来唱。为什么在一起？哎，手要动啊！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炒啊炒啊！说什么痴情又
定，搞定了。哇、好幸福、我们一曲定江山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来使用了，好吧？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吃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先来吃了。试试看好了、他这个真的厉害，真的，你要讲干丝配肉丝。哇、哎呦，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胖呢？你这鱼有发到，稍微等一下。你的表情怎么这样子呢？很烫，对不对？没有卫生纸可以吐吗？有那么糟糕吗？怎么了？我讲真的还不差，其实平常讲还真的蛮好吃的。在家里炒会更好吃。你今天你送我们这一道，我们也要来送他一道。好，我们有一道家乡味的，对，家乡味，这个叫做黑豆腐。黑豆腐，它跟臭豆腐有点相关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呵啊，王杰不仅歌艺了得，没想到厨艺更是一级一棒呀！广告过后，更多精彩王杰情歌等着你，千万别错过哟！不得了啦，王杰现场演唱，收视率要飙高了。厉害了，张光祖先生带来他这个看起来黑不溜丢的是竹炭臭豆腐的，是那个黑色的皮，这个是在那个清朝哈、同治年间呐，大概一百多年前哈、哎呦，我是从那个时候放到现在的。一百多年前，他确定这油锅是热的吗？我们从十二点一直热到现在，你手可以放进去，让我们感受它的热。哦，不好了，会烫到。兰 K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做坏事，将来你就下油锅的虾。嗯，啊，嗯，酸那个酸脚鸭子的味道，香香的这个味道。我第一次看到黑色的豆腐。因为1991年进到台湾，目前台湾才四摊。哦，只有四摊，是因为要泡的那个中药自然发酵的那个卤水，要自然发酵半年才有，半年对，才可以拿来泡这个白色的臭豆腐，这样子，所以都产量很有限了、目前才四摊。哎呀，好了，起锅了，好。哎呦，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味啊！台湾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发展这个地方的这个观光产业，就是靠我们这样。节目里面宣导一下，你看内湾有用有用，当然有用，很有用。我现在到内湾去啊，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，没有人跟我收过钱。对，来，给多少钱？哎，其实做的很精致，哎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像怀石料理。哎，你看看以臭豆腐来讲，你照一下这个特写一下，上面这个有没有？那好漂亮，黑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蒜泥，然后再加一点辣椒。各位开动了，开动了。好，吃个泡菜才好吧。好，我今天因为泡菜很好吃，我带很多了。哇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，黑皮臭豆腐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竟然让两位主持人吃不停，都忘记主持的工作了。还是赶紧请王杰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比较重要呗。
还想把那边留给你。哎呦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歌章一唱啊、哦？那臭豆腐真的太辣了。这个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是唱给女朋友的，是吧？是写给女生的。那以前是写给我一个初中的一个法国女朋友的。好感动哦，而且还把她名字放在里面。对对，她是我的初恋情人了。是是。对对，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毕业了，那放暑假，然后就她就回去，因为她爸爸是美国人，妈妈是法国人，就他们就回去就开车就坐那种叫什么？没有顶的那种敞篷车，敞篷车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后来就出车祸了，真的啊，对对，因为后来就开学你没看到他回来，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就对，后来就离开了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给他。这个唱到这个歌，好像回到当年那个景况里面，好像所有他的影像都会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还好，现在唱起来会觉得只是一种怀念啊，怀念，对啊。但是我们都是为了爱在走这一路的，生命当中有爱就够完美了，其他都不要再在意，好吧？今天这一次的访问呢、啊，让我看到我每一次因为看到王姐，总是觉得忧郁小生，忧郁的感觉。哎，这哎哎哎，豁然大开了，豁然大开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我们以巴就来一首歌啊，我们 Happy Ending。以巴来一首歌，为了爱梦一生。好，你会唱吗？王姐的歌我们都会唱、啊，都会唱，好吧？谁唱第一个？都你，你你你，都我、啊，都你，你一点到我们就唱，好，你说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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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appy Ending 嘞，哎呦，你要出唱片了啦，相信我，我看得到未来嘛，我真的跟你讲，你要出唱片了，为了爱，天哪，这塌了，梦一生，哇，这是风光还是缘分？唱点酒，该我们了，该我们几分？为了爱，宁愿不醒来，再多苦我不在乎。为了爱，这场梦吹不散，情愿用一生等待。时间寒冷，狂乱的夜晚又能流出多少个春？天，剑哥为了展现男子气概，打败吴建豪，不惜以身犯险。哦，哎呦 ，Oh my God， 哎呦，来就不难。他为了要表现，让女孩子知道他的勇敢。见鬼了，这下可厉害了！王牌大明星强力争求山寨版大明星，不论你是说的、唱的、跳的，还是长得像，都欢迎报名参加，将山寨精神发扬光大。报名专线02-2393-4567转337哦。哇塞，好像像，还想找你？是他学我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苏博。